大豆腐呀是一道非常常见的家常菜，要是给它做好了，全家人都得夸您是大厨。要我们一起做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东北的大豆腐，切成骰子块，再把韭菜呀切成咕噜，猪肉啊切成小丁，起锅烧水，放入一勺食盐，加入豆腐，焯水两分钟捞出备用。起锅烧油，放入一个大料棒，炒出香味啊，咱们下入肉末，炒出油脂啊，把这大油炒出来，下入葱姜蒜，再下入一勺郫县豆瓣酱，加入清水，放入豆腐，调味非常简单，放入老抽、生抽、十三香鸡精、胡椒粉，下入咱们提前炒好的粉条子，盖盖，咱们炖的五分钟。出锅之前呢，咱们下入韭菜段就可以开吃了。